90球，一场是94球，一场是110球。记得就是投打对决哦，就是彼此在抓那个 timing 击球点啊、哦、啊，投手来讲，哎，这回修正了一下，应该没有问题啦，上去喽！哇，杨家人还正在讲哦，这回是张泰山森林王子胜出，哇，这个球真的是被他逮中了。感觉起来也投的不是说一个大红中哦，压的好像还蛮低，但这边他硬是捞起来，但这个关键其实是这个 timing 呢，其实是掌握的非常好，掌握的好，而且我们最近在观察张泰山的攻击，其实都是一个拉打，蛮明显的一个拉打方式。他有一段时间哦，身体状况不好的一个情况，他蛮会做反向的攻击。那现在他刚开始可以拉打的时候，担心的就是说你中间偏内角球的这些位置哦，都要非常的小心。虽然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球压的也蛮低，对，正好在中海路出来了。哇！那中华职棒连续场次的打点的纪录保持人之一就是张泰山，跟布雷呢同样都是。